那就是咱的牛线吼。那一般看到牛线的时阵，咱就会感受到咱的心跳要到啊吼。一般咱的牛线拢会是在咱的心跳头前哦。啊，咱心跳有分成母跳，嘛分成母跳哦。那我们呢，非常欢迎来自淡水河中宫，我们行教会哦，非常辛苦哦，咱的九班回刚下哦。欢迎到我们淡水河中宫，我们的献歌莅临。来，由咱淡水平安斋哦，我们综艺执事大哥哦，在这边呢手持清香恭迎。有班会中间有一个是女生哎，这位女生呢，应该不是她，应该是海外的好朋友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看现在台湾的民俗文化其实都是四海一家亲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呢，我们淡水呢这个呢很传统的民俗文化，其实呢在全球上面大家也都是家家户户自闭小的哦。谢谢，辛苦了，谢谢我们加班会，我们给我们这位外国朋友来一个掌声鼓励好不好？不要，我每次看到哦很多呢的外国朋友来跟我们一起参与的时候，我都觉得很嗨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说其实呢我们在台湾的庙会文化真的是非常非常棒。